我要提醒你，眼下游击队正处于危急关头，如果你给反革命当保护伞，我季英天就会打倒你。你赶紧回吧，天要下雨了，别淋着。 真的是你批准的吗？当然不是。老季不来找我，我还不知道京北走了。那你为啥说他去了独立旅？他知道了一刀划划的事情，肯定猜到赤涛的失踪与此人有关。毫无疑问，这件事京北已经理出了头绪。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，他一定去了独立旅。 他就是奔着那个一刀划划去的。坏！嗯，大，静美要是找到了一刀划划，他会咋？他会把一刀划划绑过来，逼着这家伙，让他在老纪的面前说出他诬陷赤涛的实情。这个一刀划划他会说吗？会的。那老纪会相信他的话？不可能。在他季英天看来。 这是一刀划划在京北的威胁下做下的伪证，这反倒证明京北就是借着赤涛的这件事情，在游击队内部制造混乱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他廖静蕾必死无疑。没错，京北那边必须得制止他。这样吧，我亲自走一趟，把这个混驴给弄回来。 不成，眼下这种情况，游击队这边你不能离开。我去吧。花儿，警备对你有误解，你弄不动他。放心吧，我把小林带上，我走了。 这是谁要见我啊？俺老宁白酒，我这个老朋友，见了面你就知道。来，老弟，久违了。嘿嘿，这不是我亲亲的廖哥吗？我听说你小子当新郎官了，我是特地来给你贺喜的。哎，坐，坐，好。 坐坐，来，马上。哎，八爷，我自己来。谢谢八爷。姚哥，你还是共产党的？没错。哎，但是咱们两个还是朋友。来，喝酒。来，好啊，大哥，八爷。 大爷，我自己来。嗯，谢谢八爷。好啊，哎，听说你前一阵子到了匹好马，谁的？游击队的特派员，叫季英天。哦，廖哥，你们是熟人吧？对，这次我来这儿，就是他让我来的。哦，他咋？他让我问问你，你为啥要诬陷叶赤涛？你和他有仇啊？ 八爷，这里头演的鸿门宴吧？<笑>你放心，华华，我就是帮你联系一笔买卖，有八爷在，你再啥都不要怕，明白？说好是要拿钱的，不是快大爷。哥，这不是大洋的生意吗？ 自己摸摸。
杨爱是骨头骗子，这就是叶赤涛，已经一把火烧了，冤吧？大爷，这还不是鸿门宴吗？刘振梅，你耍我，你太不给我朋友了，这没你事了，你回。你咋又来这套呢？你咋？有句对死个人你又不心疼，有你啥事呢？你回，赶紧回。 刘振梅，你刘振梅，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洪八爷和你廖振梅绝交，绝交了。驴，浑驴！大爷，你看，因为你洪八爷的和我绝交了，你咋？嗯？哥，我上有老母，下有婆姨，我对天发誓。 那绝对不是诬陷叶赤涛呀！他真是这边的卧底啊！哥，这个老弟，我只属一个数。哥，别，细细打开，别，我说，对，哥呀，我要真说了，一寸的他我就烦求了。你给洪八爷送份大礼，让他把嘴扎紧，替你保密。只要洪八爷不把你卖了，也就是你知无知。这。 队长，这是谁要用车啊？别管了，把大车拴到九头后院去。哎，这。季应天有封信落在李庭筠手里了。对，鸡毛信，这个反间计啊，就是这封信引起的。信里都写些啥？季应天啊，他怀疑这个，怀疑那个，不单是叶赤涛啊，至少还有十几个。 好像还都是你们游击队的长官，我就记着一个叫张英山的，今天信不过他们，怀疑他们是反革命，就是。好啊，哎，那信里还写些啥？你给我细说说。 哥，信的内容我全说了，我知道的就这么多。你再细想想，再还有啥？再就是吕座，李庭筠，他从信上看啊，这刘巨队啊，已经陷入混乱了。李庭筠的这个反间计啊，就是给金英殿的再添一把火，让他把游击队的干将都杀下去，让游击队乱起来。 咋？你还想凉快凉快？咋说？哥，烧口水喝。哥。 说话，秦显红，你竟然能这么卑鄙！
佩服。表兄辈，你别以为抓住了一道华华就能还清涛一个清白。这件事情远比你想象的复杂的多。告诉我，你们把他埋哪了？他活着，是他自己离开了游击队。就这。廖惊涛是个反革命，他逃了，你再让一刀画画也逃之夭夭。那惊涛反革命的罪行就是板上钉钉了，是不？这是欲盖弥彰，真蠢。事情早晚会真相大白，真相是盖不住的。是吗？就像今天那封信。信？什么信？哼，别演了，秦显红，我知道我廖京北的生死簿此刻就在你手里攥着，是按逃兵处置还是按投敌论罪，随你。开枪吧。咋，你还等啥呢？哦对，咱们说好的，你要从背后开枪。行，我转过去。恭喜啊，继廖惊涛之后你的枪下又多了个冤鬼，开枪吧。惊北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惊涛他没死，他只是离开了游击队。秦显红，你给我闭嘴。廖惊涛没死，为啥？要是他死了就是你们杀的，你们怕引火烧身，所以你们说廖惊涛活着，说他是反革命阴谋败露，他自己逃的。这样的解释太妙了，既为共产党清除了祸害，又避免了游击队内部大乱，一箭双雕，妙。可惊涛呢？这明摆着是敌人的反间计，你还就把一刀画画给放？你是宁可看着自己的同志埋在土里闭不上眼是不？你知道这是冤枉，没错吧？可你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，不惜用惊涛的血，在季英天的眼中把自己染成个红人，这就是你。季英天为了在游击队内部彻底消灭他所谓的反革命，你就是帮凶。行啊，来吧，所有的反革命全都该杀，我廖惊北就是革命的敌人，你开枪吧。惊北，今天不管你说什么我都忍着，但是你必须得告诉我，你刚刚说今天要在游击队的内部彻底消灭反革命，这句话你听谁说的？那是我反革命造谣呢，满意了？廖兴北，现在不是你犯浑的时候，你个狼撵的肯定明白，这句话要不是空穴来风，那就是游击队的大难临头，所以你必须告诉我，你到底听谁说的？咋？季英天的信你真不知道？老季的信给上级的？敬天写给吴峰本人的。他写给吴代表的信你怎么会知道内容？季英天要宁郎送信，宁郎把信送给李庭云了。啥？没想到吧。一道画画告诉我的，我压着他出城之前特意通过洪八爷从宁郎那儿证实了这个事情。那老季的信里写了些啥？这位特派员认为我们的队伍中混进了很多反革命，尤其在游击队的领导层，所以他在信中向吴峰建议，为了保证革命的纯洁性，要向游击队内部的反革命坚决开战，将内部的敌人彻底肃清。内部敌人彻底肃清？秦显红，你和杨静石都是季英天的助手，你了解他，像季英天这样疑神疑鬼的心态，游击队迟早要毁在他的手上。你知道为啥这段时间李庭云的队伍不来进攻吗？人家就坐等着看你游击队内讧呢。要是我没猜错的话，季英天同样内容的第二封信已经送到省城了，只要吴峰的回信中是支持他的，他季英天就要动手了。
敬佩，真要是这样，你想咋？我想好了，我让你们第一个把我杀了，就这。那你还是赶紧跑吧，离幽姬队越远越好。滚！咋？你要放了我？你留下来只能制造混乱，你必须走人。休想！我绝不会神秘失踪。那你到底想咋？在游击队发动兵变，把老姬抓起来？对着呢，这是个好主意。所以你必须滚。不可能。那你现在就死，撞过去。啊？撞过去。秦显红，这是姬英天给你的死命令吧？没错，违抗军令，我秦显红就得死，你懂。你真要杀了我？你想让姬英天要了我的命吗？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，如果必须死一个，这个男人应该让这个女人活下去，这就是男人。开枪吧。廖金北，你说过金涛是个不会转弯的人，我看你也一样，你们真是亲哥俩。好，你死吧。你啥都别说，你现在已经被我处死了。你要是回到游击队，姬英天就会对我以违抗军令论处。你是男人，得让女人活着，所以你回不去了，懂吗？清北，滚！从现在开始，你和金涛一样。已经神秘失踪了，走吧，滚！小红，廖静涛还活着，对不？和你一样死了，鬼门关里找他去吧。这么说，廖静北已经被你给除掉了。老姬，我坚决反对你在游击队内部向所谓的反革命全面开战。我也给上级写了信，我建议将你从游击队调离。什么？你得走，不然游击队只能走向毁灭。金显红，没有人能把我赶走，你等着吧，上级的指示马上就会送过来的。我相信吴峰同志一定会支持我的。清北，显红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你把我处决以后，我又拉起了队伍，准备接谭石林的军火，我要搞点弹药。显红，征夫，金北让我过来帮帮手，义不容辞啊！速速来，大妹子，各位老兄，谢了。小强，略略，你们俩这就带着弟兄们。到老寨子里埋伏起来，记住，我和金北不到，任何人不准擅自行动。是是。
我们俩这就带了弟兄们到老寨子里埋伏下来，记住，我和静。祝福，你在清兵队居然打下了这样的基础，难得。这都是金北打下的底子。这次行动，李云姑知道吗？他对我们的行动一向不干涉，大甩手。哦，为啥？忘了，他们俩是夫妻相。 姐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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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
哦，特派员，这是我杨振石的责任，我请求组织给我处分。所有责任我一个人承担，我亲自向上面汇报，向吴峰同志负荆请罪。哦，负荆请罪。游击队大难不死，总算度过了一劫呀。五叔，显红，你们保重，我这就回交通站了。叔，如果能见到惊涛，替我把这双鞋交给他，这是我亲手做的。放心吧，一定。子飞，你抱病不出的这段期间，共产党的游击队可又活跃起来了。哎，看样子，我期待的游击队内讧最终没有出现。
庆父未去，鲁难不已啊！我们独立旅还得去进攻他们。子飞，你得出山了。秦英兄啊，我对打仗实在是厌烦了，你就允许我辞去军职，解甲还乡吧。好在我一个人无牵无挂，全身而退，采居东篱，也算过几天悠闲的日子。这是我真实的想法。这是乱世，东篱采菊，全身而退，这都是梦话。哎，其实你真正的顾虑，我心里清楚得很。你是怕功高震主，对吧？哦，你不要中了蒋二郎的圈套，这条狼是来拆庙的。你沈子飞是我李庭筠的一条胳膊，他一直就想把它剁掉。哎，我请你见个人，你就明白了。哎，请姚干事进来。沈参谋长，咱们见过。你，姚腾飞？是我。哦，我给你带了一样东西，你自己看看吧。我沈毅是共产党，蒋二郎，这是蒋二郎写的，对，是写给省党部的。这么说，你是奉了省党部的派遣办我的案子来？没错。哎呀，兄弟，我也是身不由己。成，我认了。我沈子飞就是共产党，要杀要剐我听凭处置，你看着办吧。李总，按照您的意思，这案子结了。告辞。丁兄，这是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就这。我沈毅是清白的，你让他查吧。哎呀，坐坐坐坐坐，来坐下。子飞啊，省党部咱最好不惹。蒋二郎信上咋说的？二将川一战，你带领步兵三团绕道赶羊岭，致使游击队从容逃脱。就这一点，他说你故意放走了共产党女子，你跳到黄河都洗不清。小人，无耻的小人！这个蒋二郎太恶毒了。狼嘛，本性就恶毒啊，寄人篱下，赏钱花拳绣腿，不老实。哎哎，这就得收拾他。子飞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哎呀，你就别想着解甲了。你想想，你已经上了省党部的黑名单了，全身而退，可能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离开独立旅，凶多吉少。丁云兄，我即便留下来，也必须辞去县职。参谋长这个职位树大招风，省党部必然格外关注。为我好，我宁愿下去当一个士兵。吕座，参谋长说的有道理，暂避三舍也未尝不可。我看这样吧，子飞，我索性让蒋二郎休息，你暂时去镇永军代理司令。等到这个事情过了以后，再官复原职，如何？吕座，您的意思是？子飞，
省党部那边，蒋二郎一定会死咬住你不放的。哎，不是说你是共产党吗？那你就带领振永军，好好的跟共产党打一仗啊！跟共产党作战，你沈子飞那是不会退缩半步的。这条狼，咱让他闭嘴。 既如此，子非从命。这条狼，我一定要让他闭嘴。告辞。玉座，你这驭人之道高啊！既留住沈子飞继续给你卖命，又借神医之手给蒋二郎狠狠一刀。我估计啊，这一仗下来，振永军得损伤过半。 蒋二郎疼啊！刘副官，游击队也得损伤过半。蒋二郎，共产党都怕，懂吗？高，真高！通知各部，三天之后向游击队发起进攻。 念武叔他们正在黑龙掌一带，李鼎军将战，李鼎军的各路人马已经向着开进了。念武叔有可能会被包围啊，咋办？紧急集合，立刻增援念武叔。是。队长，他们现在在这儿。玉座，振永军又被打垮了。好事儿，让沈毅把他们都拼光了。 秦明对他各路援兵正朝着黑龙掌赶进呢，游击队必遭灭顶。报告，哈龙圆明团奉命赶到，听从吕座调遣。听柳副官调遣，该咋了咋去。是。吕副官，你看我的弟兄们这都跑了一天了，现在还饿着肚子呢。 你看是不是让我们稍作休整啊？多谢刘副官。哦，哎，吴叔，咱汉龙圆明团200人枪，怎么才来这点人？爸，嗨，咱有今天多亏人李旅长扶持，咱良心上不能晃荡。呸！你妈懂个六！要不是咱们大小姐那面子，把李天云帮咱们收拾。 咱良心上碰到啥了？还是老爷说的好，他李天云宰牛，咱跟着隔块肉，就这。队长，前面村子发现民团。啥民团？有多少人？好像是喊龙渊民团，人数不详。好吧，这还都是我的乡的。队长。 通过黑龙掌只有这一条路啊，咋办？挡路的都收拾了，尽量不要用枪。是，走，走，走。
姑爷，姑爷啊，展望。你看金娘，哎，金北吧？哎哎哎哎哎！佩子，啊，这枪马子弹，我借用一下。哎，你和你那帮喊龙院的弟兄啊，留在这儿好好睡一觉。你放心，对你们来说，战斗就算结束了啊。走。哎哎哎哎，金北金北，哎哎哎，姑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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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你看，弟兄们，必须拿下北龙岗！不，上来了！也注意了，给我狠狠的打！是。余座，正义军伤亡过半，游击队也子弹告罄。 沈毅正在做最后的冲锋，来，您看，来，我看看。打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快打吧！别急着打，放进了再打。 难过的很，难过的很，再不能上阵杀敌了。哎，大风起兮，心悲凉。大将不忍看刀光，泪落如雨望沙场，凯歌方唱却纠长。 下了血本了。
要把我们赶尽杀绝呀！你们怕不怕？怕！好，集中火力，坚守阵地。今天，我们就要和敌人血拼到底！ 这。